客发给我看他刚在别家珠宝店定制的玉吊坠，跟我说非常失望。原本我看了说没问题呀，顾客又发了这个视频，原来没把底封密，那缺口也挺大的。当顾客翻过去边的角度时，就看到超大问题了。这也太马虎了吧。我拿到了吊坠之后再检验一次，钻石都是劣级，瑕疵满满的。就另外设计了头部，觉得之前的太圆，背后也重新设计，之前的太草率了。模做好了，师傅手工一流，背部都是用手工锯出来的呢。吊坠做好了，顾客也超满意。没缺口，我确保风都吹不进。看之前之后的对比，请关注我们哦。